話三不管，咁大家留意下咧。咦？我換咗台麥都未帶添。揾翻，原來只麥喺阿 Ali 嗰度。咁啊，今晚咧就有個新報警啊！咁啊 ，Ali 喺度，大家可能睇唔到佢。頭先佢擔住咗個麥。咁啊，新報警咧就係換咗呢個書架啫，其實咁啊。大家留意嘅，如果你猜中咗究竟換咗幾多本書嘅話咧，就有獎品嘅。究竟呢個報警同舊嘅報警有幾多本書係唔同嘅？就到咁上下都五年啦，咁咧就算係呢個小裝置啦，咁啊換一換咁樣。咁啊，大家覺得呢個效果如何咧？就可以俾啲意見嘅。咁啊，今日咧就都好多事發生。首先講講呢個嘅周庭的選舉呈請，咁咧就高等法院咧嘅裁決就落咗嚟啦，就係話呢個選舉主任咧，選舉事務處係違反呢個程序公正性，咁咧就喺呢個周庭嘅 DQ 案裏邊咧係冇給予佢呢個嘅即係自己個人嘅一個嘅辯解咁樣。咁大家記住啊，呢個周庭嘅 comment 就話一個慘性，點解咧？法庭同時就確認咗有呢個嘅選舉主任嘅 DQ 去審查呢個嘅候選人嘅政治思想。同埋言論，只不過咧就係話根據今次咧，佢就冇跟足手續啫，所以呢個咧唔絕對唔係一個好嘅結果嚟嘅。其實咁個後果係咩咧？就會令到啊呢個喺補選裏邊嘅歐樂軒咧，可能就失去議席，因為既然周庭被 DQ disqualify 候選人資格係唔合法嘅話咧，咁即係咧就要重新補選啦。咁歐樂軒亦都開記者會，即係話呢個係一個即係。冇得揀嘅選擇嚟咧，佢可能個議員生涯會結束。咁啊，第二個可能性就係會連累九龍西嘅呢個陳海欣都可能咧同阿歐樂軒一齊喎。咁點解咧？就係如果係同樣地呢個劉小麗嘅被選舉主任 DQ 呢樣嘢本身係有違呢個選舉公正性嘅話咧，咁九龍西咧亦都有可能咧重新要進行補選嘅。咁好多記者就問呢啲候選人嘅意見，我第一個反應咧。我同大家有啲唔同，我第一個反應就係粗口爛舌咧，就係孖叉呢個律政司同埋呢個林鄭月娥，因為成個 DQ 候選人嘅呢個過程，始作俑者係689年代嘅袁國強，然後繼承將佢擴大嘅係呢個林鄭月娥同埋鄭若華，咁所以咧就記者攞回應嘅話，我覺得應該第一時間係問律政司攞回應，唔係問。歐樂軒，歐樂軒是受害者，劉小麗就算是陳海欣都是受害者，是因為政府去執行一個中共的政治任務過程裏面，是肆意踐踏香港的法治精神，而導致一個這樣的後果。這件事是相當之惡劣和可惡的，我覺得是。不單止周庭沒得參選，就算成功當選的歐樂軒，亦都是被這個無恥的律政司和無恥的傀儡特區政府呢是陷害你想想我們過去這麼久折騰這些這事當時是沒有反應，我覺得 DQ 去到一個地步大家都絕望是沒有反應的。 DQ 這件事其實是一路以來打壓香港打壓新一代參政的一個手段。很多人說為什麼我們這一代參政是願意和中共有呢個妥協，妥協嘅意思即係所謂泛民喺呢個制度裏邊同佢玩，而唔係咧喺制度外邊去抗爭。嗱，我想解釋一下，你從今日嘅 DQ 案嘅選舉呈請嘅審結，亦都睇到個端倪。香港嘅成個政治體制係繼承自1997年之前嘅殖民地體制。而在殖民地的體制裏面，英治時代的香港，它有很多殖民地的惡法的權力是掌握在港督會和行政局手上，包括現在我們發現的 Emergency Ordinance 緊急法，包括公安條例，包括很多執行部門裏面，包括海事處長也好，它的權力是相當大的。這些惡法我們叫做有一個統稱，就是叫做 Draconian System。 Draco 就是這個希臘時代的，我們稱之為這個法家，西方法家思想
嚴刑峻法的代表。但是為什麼我們以前香港人感覺不到呢？原因是因為英國人的政治技巧和議會文明成熟的程度並不是中國人可以比擬。他們曾經是一個全球的大帝國，由這個尼日利亞、肯亞一路到中東巴勒斯坦，再向東行去到印度孟加拉，一路去到這個馬來亞、婆羅洲、新加坡，然後到香港。在這個大英帝國裏面累積了相當多的管治經驗，其中在尼日利亞 North Nigeria 的專員就是香港其中一任總督 Frederick Luke， 亦都是香港大學的創辦人。盧吉提出一個殖民地管治的理念，就是叫做 Indirect Rule， 間接管治，即是說殖民地的英國總督和當地的土著代表共管這個殖民地，組成一個精英的管治集團，不是依靠軍警，而是依靠當地精英的主動合作。這個就是英國殖民地管治的精神所在。如果它是一個鎮壓性的國家機器，它必然就好像今天這樣開學全部呢喇沙搜身，年輕人趴埋牆，鎮暴警察周圍行。這個呢在很多的殖民地國家裏面呢其實都出現過的，包括在比利時控制的中非、葡萄牙控制的殖民地安哥拉等等，就是軍警橫行的。但英治殖民地的成功的地方就是它是文字取代武功。這個跟日本治理的台灣、日本治理的韓國和滿洲國這幾個的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國家呢是很不同的。那這個文字的在平時沒事沒幹的時候呢，他為什麼要動警察周街行呢？是不需要的，但是他是維持那個武裝力量在這裡。所以大家會明白為什麼1997年之前的香港警察，我們叫做軍裝，是穿草綠色的軍人的服裝的。我記得我過幾月前我已經講過，這個是一個武警的制度來的，香港是軍事警察，不是我們所理解的民警來的。他一 mobilize 的時候他就可以變成武裝警察的了，因為他們會入去接受準軍事訓練，就是這個藍帽子的準軍事訓練，然後再出回來，所以是民警武警合二為一。所以為什麼當時的警務處長叫一哥就是這麼重要呢？因為他差不多就是殖民地軍事鎮壓的力量來的。但是整個殖民地的真身是不會現出來的，他不現出來的原因是什麼呢？因為他一出現了真身，殖民地的反抗就會無日無之了。這個在肯亞其實是出現過的。為什麼香港這麼多年的政治穩定，除了1967年文化大革命輸入香港而造成的六七暴動之外，是長時間維持這個政治穩定呢？正正就是因為呢，是所有的反對、所有的對殖民地的挑戰，殖民地政府都是用一種的文字的方式去處理，由文官去處理，不會由武官去處理。而每一次出現衝突之後呢，殖民地的體制的官僚裏面呢都會進行一個調查委員會去檢討、去改善。1966年的蘇守忠的天星碼頭蘇聯有這個九龍蘇聯報告書發表，67年的左派暴動亦都有這個暴動的報告書發表。 Even 嘉利大廈大火，大家記得啦，彭定康的年代啦，嘉利大廈大火一樣是有這個獨立的調查報告，官農樓冧山泥，或者是再之前蘭桂坊踩死人等等、元旦等等，這些全部都是有獨立調查。這個就是良政善治，我們講殖民地的 good governance 的表象。它裏面深層次的是什麼呢？就是一個鎮壓性的國家機器，是操縱在，因為它是一個外來的政權，外來政權它必定要防範當地土著作反，因為它是一個騎在土著頭上的外來政權嘛，所以就是有這個殖民地惡法的存在。
呢啲惡法喺95年嘅立法會裏面曾經推翻一部分，而最終喺中共恢復行使主權之後嘅臨時立法會裏面又將呢個惡法還原。可能好多人係唔記得咗呢段歷史，所以點解我哋從政嘅年代係會跟住個遊戲規則玩呢？因為嗰個議會嘅民主係有一個功能喺度嘅，嗱唔係好似而家咁嘅，即係話港英年代雖然佢係控制咗個立法會，通過霍德嘅政務司、布政司嗰陣時叫做，亦都係通過呢個嘅當時嘅啟聯資源中心，即係李鵬飛啊、周亮啊、何成天啊、鄭慕智啊等等呢班人，再加埋 Simon Yip 啊、葉石安啊、李家祥啊、黃炳懷啊等等，就組成一個建制嘅聯盟。但係咧，佢亦都唔會趕盡殺絕嘅。呢、這個你同而家嘅做法係好唔同，即係為一個政策出台，佢會問啟聯嘅睇法，同時會問港同盟嘅睇法。然後大家就在不同的位置裏面去達成一個妥協，先至出台，先至出台。如果不是的話呢，港英政府能源那樣東西就暫時擺在那裡不動。這個就是他聰明的地方。如果個槍沒有爛，為什麼要搞那麼多東西呢？是不是？所以呢，這種這樣的殖民地的議會的體制裏面呢，是比起日治時代的滿洲國或者是台灣的殖民地呢，那個議會的民主的程度同埋對個政權影響的程度都是高的，相對嚟講，相對殖民地嚟講。所以我哋培養了一種嘅今日可能叫做幻覺咧，其實就係當時喺英治一個所謂嘅仁慈嘅獨裁管治下邊，仁慈嗰一面就塑造咗香港人尊重呢個議會秩序、尊重法治嘅精神。但係佢唔明白法治背後是殖民地惡法嚟嘅。我想點出呢樣嘢，好多今日法治至上的香港人，你要明白呢、這個 Draconian 嘅殖民地法治體制是原封不動由1997年之前的英治殖民地，然後過渡到去而家1997年之後的一國兩制下邊嘅呢個特別行政區。咁所以，到喺當時嚟講，我哋覺得參與選舉本身個選舉係公平公正嘅，然後跟住選完之後，就算喺立法會係成為少數派都好啦，嗰個政府係絕對唔會將少數派將佢變成係一個嘅垃圾 residual 嘅 marginalized， 係乜嘢都唔使同佢傾。而另外，政府亦都將議會捧上去一個更加高代表香港民意的地位，在整個後過渡期裏面是製造一個什麼呢？97之後令到中共的政治意志受到香港這方面的民意的制衡，這個就是彭定康來香港推動這個95年的政改的 mission 最終的目的。這個你在這個 Dimbleby 那本書的 Last Governor 裏面呢，你大約都會看得到。其實這本書我記得應該在後面，不知道哪個位置 The Last Governor。 這個殖民地的體制一直到97之後的敗壞，大家看到了，就是政治，中共的政治目標通過特區政府去貫徹越來越多，是比起英治時代是更加能見度更高，而對於本地的民意制衡亦都越來越蔑視，採取一種蔑視的態度。首先就是在這個的董建華年代，借董陳之爭就將這個陳方安生當時的副總理錢其琛憤斥這個陳方安生就退休，提早退休。爭拗點就係當時就係董建華喺中共授意底下推行呢個高官問責制。高官問責制就係第一步，將個政府擺脱英治嘅文官嘅體制。香港冇一個議會民主，佢嘅監督喺97之後咧，其實係靠咩咧？
兩大支柱，一就是英治時代的民官體制，二就是香港的司法制度，我們所謂的法治的基石。這兩大體制其實在董建華開始推行高官問責制之後都開始受到動搖，而結果就出現了剛才我所說的周庭 DQ 案這個情況。我們先休息一陣先，回來再講解究竟為什麼這個 DQ 案，然後我們跟著再進入今天的主題，講這個白色恐怖。各位網友，就來中秋節了，我們又介紹個節慶盤菜。今次呢，我們推出今年呢推出的是豪華版來的，它的材料是非常之名貴的，就有這個鮑魚、蠔油鮑魚、梅花膠、茄汁大蝦、鮑汁鵝掌、紅炆大花菇，就同埋咧家鄉炆豬肉，仲有啲西蘭花，即係咁樣咧，呢一個咧係包埋送去你屋企噶啦。咁咧就四至六人咧就係原價888蚊都好平噶啦。但係咧我哋而家特價咧係688蚊，如果你訂咗先，係送埋去你屋企喎，你煮翻熱就食噶喎，係咪好咧？呢個係六至八個人咧就1088蚊，特價888蚊。十至十二個人咧就1388蚊，特價咧1188蚊，都係送到你屋企嘅。啊，我食少少試下先，呢個就係鮑魚啦。就每樣嘢咧，你都夠呢個人頭咧，其實一定有剩嘅。嗯，因為我哋嗰啲食品嘅 quality 咧，大家可以放心嘅，我一定試好多次嘅。好啦。咁你翻去全家食咪好開心咧，係種埋你屋企喎，你唔使煩喎呢個。